其实卡萨丁跟吸血鬼这两个中单选出来，其他路都眼前一黑了。就你们中路就对着发育吧。对，卡萨丁是可以打吸血鬼的，但是前面没有什么线权，然后也没什么机会。做到事情就不碰，能不能做到？先勾吗？先出勾吗？直接一闪上去呗。哎，晕到了，溺住了，啊，应该是死了。还行，还行，小补一下，但人头是女枪的。感觉凯哥这一把资源动得有点点慢哦，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干，他刷了很多火男的野枪。哎，看这边勾到泰坦 A， 大女枪，女枪闪走，能拉吗？直接拉呗。哦，知道他没闪。哦，好拉。凯哥还行啊，凯哥玩得很好，没有很着急去拉他。这种阵容能掉四条超充吗？来，被勾，凯哥没有闪的哦，啊，直接死！你看这个就是来太慢了，其实近都能过来的，没有站住位置。哎，这一波打两个，还伤害不太够。来，派克再斩，小走位扭一下，剑魔是没大了，剑魔大没刷新，要放。不能放过他吧，兄弟，真不能放过他。这个剑魔完了，被他跑了。现在自己打一下还要被骚扰。说实话，刚才塔皮是很健康的状态，完全可以接受双人线去中的，完全是可以接受的。哎，抢到一只吸血鬼，派克勾躲掉，夹两个，夹两个，永恩进场了，闪现卡丁能剪头吗？完了，卡丁捡到头了。这支玩家事情很多，这支玩家被骚扰了。这位置怎么说？先拿下。哎，敢捡吗？捡了溜。永恩开一了，小走位，啊、直接空了。自己还被晕住。但是蝎子在，直接拖回去，拖两个。但是有伤害吗？没伤害啊。没伤害，镜在后面架狙是被逮捕了，所以来了，剑魔刷起来了。卡丁又在后面千年一地，好乱啊！这个团红色方。哇，不能这样打呀，直接哪有一牙的啊，不能这样直接啊，完了，你看德莱联盟的味道出来了呀，德莱联盟的味道直接来了呀。确实他的吸血鬼确实进场时机特别棒，我跟他们打过，看过他们打，他进场时机，哎，来怎么说，蝎子这波是看到卡丁在上勾到了蝎子，如地如到哪去，蝎子绕了一圈，没大了，剑魔没大，这波很关键。卡丁应该这波团应该不好打吧，剑魔没大了，好，勾到，但是很肉啊，凯哥主要是没有控制，是的，全场左边唯一控制凯哥，你能想象吗？哦，剑魔没大，我建议这波要不再玩会儿，怎么说，让他们先动龙，蓝色方先让红色方先动龙呗，你先动龙肯定是要凿的，哎，又勾到剑魔死了呀！哎，叫闪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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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，我感觉对。扫了一下劝退，而在旁边怎么又逮捕 AD 了？削皮这里又被单切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 AD 别玩了，完了，这把把有个卡萨丁踩脸上，一拉到，泰克一定是死。这里也很奇怪。哎呦，这个团，我说实话，这个团两边正常来说，应该是都不会去接这波团的。啊，青蛙，我问你呢，这演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小闪，青蛙刚说完又被逮捕，没闪的，被走头，远方还有一个致命滑踩。青蛙这两波玩的有点，刚夸完你啊，哎，今天怎么说青蛙？哎，青蛙这个摄像头怎么不对劲啊？导播给他换一个，怎么说？他的显卡呢？你知道吗？他第一天打比赛的时候，我来看他打比赛，他身后全是显卡。哦，就是他专业的。对。他今天显卡呢？不放显卡了他。显卡在燃烧。直接打大龙。大龙没那么好动的哦，这卡丁给你全部弄完啊、哦。架狙、满血架吗？直接开架，这什么玩法？就是一个留人主打一个留，哎，卡丁踩上来，永恩被打一套，完了，真死，闪也不想交，来了，剑魔刷大的，
好像有蝎子有闪，但是没用，卡丁直接踩，你看这就是。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加大？因为他前面两波每次一开大，卡丁就踩脸上了，终于找到一个对跟卡萨丁隔了108000里的位置，先把这个大用了。嗯，确实，两兄弟好像目前没有看到有衔接上的大招。对对，没有，对，没有那个combo的感觉。哎，中路有没有机会呢？中路是衔接上了，这波控制直接拉满，交闪现，但还是死了。那可以继续。这个是对面唯一的 TP。是的，哎。哦，这波还敢打吗？那卡丁踢过来怎么办呢？我想问一下。如果卡丁现在 TP 过来，你们是不是4-5？还要往前如，还要往前弄。来了，卡丁都不用踢过来，游过来了。啊！直接到了宣皮脸上。吸血鬼一个人在前面吗？哎，现在蝎子做一个保护。还是很稳，还是不打。哎，这有什么意思？哎、终于来了，有康宝，来永恩，卡丁走，中亚地球帮中亚了。还差一下，吸血鬼又吸回来了，剑魔要进场。卡丁跳进来，还有一段彩，要没蓝了。哎，这没闪到，有闪，对面有闪。嗯，我只能说这波已经是左边一个。但这波把中亚都打了，还巨大失误了。嗯、这样就玩得很笨。其实这样给右边发育了好长一段时间了。这样玩起来有点笨。啊！逮到了血鬼，血鬼 W 技交了，蝎子被晕住了，又是中亚剑魔能不能刷？进开狙，收起来了，抢狙空了。这波冻竹进场，但是没有什么伤害。卡丁收割，剑魔双杀。剑魔只要刷起来，他们的阵容只要剑魔能刷，因为我一直在看着这个剑魔，只要这个剑魔能刷起来，他们团就能赢。啊，这波也开得很奇怪，他们。嗯，血鬼被开了，血鬼走到一个直草里面去，在没视野的地方走到直草，直接往那个针眼，就蓝色方那个针眼下面钻，然后那个血鬼直接被打 W 打出来。好像能一波吗？一波打龙吗？可以一波，可以一波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40秒。可以一波，可以一波，必须来。随便一波，随便一波，随便一波。哎，是牛逼！来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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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！一波喽！我把你们限制他了，别让他出来。我们也来看一下本场的赛后数据，其实可以看到，一直在20分钟前，双方的经济差都没有拉开到特别大。